叫莫子邢文君，今年23岁，目前是一名音乐人。因为我其实在22岁之前，我是没有一点想要写歌原创歌曲的概念的，因为也是因为一个契机，当时想要去考美国的学校，然后久而久之，我慢慢的把就是创作写歌这件事情，就是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雕刻出了